媳妇儿最大的噩梦，婆婆来了。你现在要把你的婆婆当做你最大的客户来伺候。中天娱乐台婆婆来了，敬请期待。投票日只剩下倒数六天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特地到了花莲造势，而传出要停马不挺宋的花莲县长傅昆萁，他的动向呢尤其备受关注。毕竟是老长官来到了自己的地盘，傅昆萁呢他也不敢怠慢，不但是亲自到机场接机，还陪宋楚瑜拜会老朋友。不过当被问到是不是要挺宋楚瑜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傅昆萁很低调的回应说，请大家关心主席，他不愿意表态。选前超级星期天，宋楚瑜特别赶到亲民党最有把握的花莲，跟选民打钢筋。老长官来了，原本传出要弃宋宝马的子弟兵傅昆萁也没怠慢，陪着宋楚瑜拜会老朋友。有子弟兵陪伴，加上花莲的好天气，宋楚瑜心里暖乎乎的。就是到里面去把那个厚厚的毛衣脱掉，没想到花莲的天气这么温暖。那有没有觉得心里很温暖？因为今天看到哦，我本来想，我每一次到李家也好，到花莲，都跟他们在一起见面，还有会餐。宋楚瑜虽然感受到部署的温情，不过选举毕竟是靠自己，一边来一边局，这下可是为难了傅昆萁。我一直活得很健康哈，这个花莲人更需要有幸福的发展哈。这个宋主席是我非常尊敬的政治的导师。挺不挺宋楚瑜，傅昆萁还不打算让他成为政坛的公开秘密，毕竟老长官还在花莲，说不支持太伤感情，真的又支持又怕得罪蓝军，表态的美美嘎嘎，傅昆萁拿捏的清清楚楚。这是我廖伟的花莲采访报道。